好，大家好啊！这个以前时代说的槽枪哦，这波塞顿的 Orion 的这枪，那今天把它下镶成漆成黑色，好，当然内钩都先拆掉，等下我们来打个实发看看呢，好，看看效果怎么样。好，我们目标就是前面黄色靶子，我们懒得再修图剪片了，就直接就直拍呀。十发后，距离5公尺。好，准备哦。好，第一发，单发。不想按出去了。好，第二发。第三发。第四发，第五，第六，第七，好，再第八，第九，第十。好，来看一下靶子清不清楚。我们拉近一点了，刚是数位拉近，所以效果不是很清楚。好，一倍的这个范围，我们慢慢拉。后面多那个箱子就是挡。哦，各位可以看到旁边都没有什么鹿跑出去的。好，这一把就是Orion，然后有改它原厂的精密管。好，之后改它精密管，然后后续我当然自己有稍微再调它的准确度啦、方向啊，还有那个弹道的上下等等。好，所以这是实发的效果还可以哈，距离5公尺。好，那就拍到这边，各位晚安，拜拜。